在漫游杂志2020年15个最佳旅游城市榜单中，惠安古城获得的评选次数最多。漫游杂志介绍称，惠安以古老建筑风格、趣味的夜间生活和环绕城市的水区等，成为颇具吸引力的旅游景点。除了如诗如画般的风景外，惠安还给游客带来丰富的饮食体验。当地凤婆面包、白玫瑰包子和各种海鲜让人垂涎三尺，异常难忘。另外，当地文化特色和居民的亲善好客也给任何人留下深刻印象。除了惠安外，泰国清迈、曼谷、日本东京和新加坡等也跻身该榜单。